呢部跳出嚟咧，鬼鬼白色帽嗰筆咧，蘇登啊，前面快咧，紅色帽維港智慧啦，咁啊蘇登都上翻嚟喎，咁啊跟住黃色帽係咁推，其實頂峰神區嚟嘅。後少少開面相嘅嚟見到係黑色帽嘅起勢贏啦，慢咗集咧就係粉藍帽嘅有錢贏，一半路程前面最快頂峰神區嘅，開面跑上嚟蘇登過終點啦，頂峰神區贏呢組彈集嘅，跑到第二名就蘇登第三名咧就係裏邊內檔嘅維港智慧啦，開邊咧就係黑色帽嘅起勢贏啊。包晒尾就係粉藍帽嘅有錢贏，咁啊見到咧黃色帽就係頂峰神區，開邊外側咧就白色帽蘇登，紅色帽就係維港智慧，粉藍帽咧就有錢贏啊，開邊黑色帽嗰筆咧就起勢贏。